我的心里的路你家社区主义神圣的本质民主这件事情就是投出一个你们觉得最棒的人选不只是台湾在一起高雄在一起旗满也会在一起我们现在展现的是台湾人的勇气我以身为高雄人感到非常骄傲高雄爱继续向前走接着8月15号还有一场非常重要的选举我想陈其迈不会让大家失望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在这里再次见证民主的历史8月15号投几号掌声加尖叫欢迎台湾队长蔡英文总统让我们一起向民主先生致敬，感谢李前总统对台湾民主的贡献。其迈，他有想法，也有规划。接下来，我们也让大迈进的陈其迈带领高雄一起大迈进，好不好？我们一起当陈其迈的后盾，让他把市长做好，把失落的两人追回来。找回高雄的光荣感，大家说好不好？欢迎陈其迈！高雄队长，我们的高雄队长，2年拼4年。8月15号，我对高雄的爱恋一定会有一个结果。高雄，我永远爱你，这是我。坚定的承诺，我会用我的生命永远守护着你，让我们挚爱的大港再次扬起希望的歌声，让我们的大港恢复往日的光荣，可以向所有全世界人大声的讲，我们是骄傲的高雄人，好不好？假如你的看法跟我一样。高雄对我们的意义都一样，我拜托大家，8月15号，你一定要出来投票，用选票守护高雄。陈其迈加油！陈其迈加油！8月15回家投票。